县长林明真前往南投市英北里福隆宫主持中原普渡开箱活动，与议员蔡宗智、张维华、陈汉立、南投市长宋怀林、里长詹佩林以及多位市民代表等一同带领李明祈福。林县长祈求县政顺利，事事无灾，县民幸福平安。林县长表示，中元节是民间重要习俗，每年中元节各界都会举办普渡仪式，祭拜好兄弟。很荣幸今天和营北里乡亲齐聚福隆宫，一同参与普渡，期盼在乡亲的虔诚祭拜下，福隆宫奉祀诸神与中路好兄弟，能够保佑县民平安顺利，事事无灾。啊，相信呢，咱的火影丢呢，庇佑啊，咱大家吼，注意大家吼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愉快，让咱大家吼，事业拢真顺利，赚大钱。咱嘛希望讲吼，今年啊，咱南投县啊，无任何的灾害吼，让咱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环境推动顺势，而且再一次感谢各位。开箱仪式遵循传统技艺，于下午一点在庙前及广场盛大展开，由主祭官林县长率领李明持香祭拜，敬邀普渡公及众路好兄弟享用祭品，仪式简单隆重。营北里乡亲也准备了丰盛普桌祭品，祭拜祈求平安，场面盛大。